哎呦，你们演的电视剧吧，我们都特爱看。你怎么那么会演呢？我们明明知道您是瑞莹的妈妈，可是看着电视里的您，哎呦，我们哭得稀里哗啦的。哟 这故事编得太好了，真揪心，这编剧太厉害了。是啊，哦，对了。瑞莹今天是最后一天上班吧？哦，是啊，他有点失落感，这份工作他还挺有兴趣的。嗨，有失必有得嘛。哎呀，我们这全家都盼着这新媳妇进门呢。那就这么说定了，9月底或10月。好啊，我们老太太望眼欲穿了。我就怕我们家瑞英会有做不好的地方。哎呀。这个你不用担心，我们家都喜欢女孩儿，我们对瑞莹啊，一定像对自己的亲生的孩子一样。你看我这人有多少缺点啊？可是我们老太太对我好着呢，什么都护着我。我这儿啊，就甭提我了，你不用担心我这儿。太好了！对了，这个杂志呢，为我做了一段专访，特给要了瑞银跟朱旺的订婚照片，我找给你看啊。哦，好，您看看，在这儿。这俩人照的多好，你看看多好啊！很漂亮吧？漂亮，漂亮。现在啊，当家庭主妇，日子过得真是挺舒坦的。每天老公上班以后啊，时间都是自己的，而且我老公还特别会疼人，孩子也挺可爱。哎呀，你说咱们从上学到上班，哪这么悠闲过呀？我觉得现在日子过得呀，真的是一种特别简单的幸福。这个苦孩子呀，可算是翻身了啊！庆祝一下吧，来。好好好好好，来。哎，对了，英子，你现在怎么样了？我有什么可说的？嗨，收视率那么高，光忙着赚钱了吧？就是。哎，那不都被逼的吗？我哪有你那么好命啊？早早相夫教子啊！哎，你的那个电视连续剧啊，我可一直追着看呢。这个提前透露一下呗，结局到底是什么呀？不好意思啊，公司有事，我得先走了。哎，这怎么就走了呢？瞧瞧人家日理万机的吧。哎，有事打电话吧。这，哎，等着你下次召见我们呢啊。拜拜。拜拜，拜拜。这么晚叫您来。我知道挺不礼貌的，但现在我也想不到别人。
为上次的事生气啊？我告诉你啊，我可没有力气跟你吵架。好渴啊！走吧，我们现在去买点喝的。走一走，到附近找个地方先坐坐吧，等你舒服点了再回去。那你请我喝茶吧。现在舒服点了吗？好多了。剧本写的怎么样了？写完了。所以突然有一点失落。我应该也压制自己的感情，可是我忍了很久很久，很痛苦，因为我很喜欢你。你告诉我该怎么办？这些话不是在提醒我。
你能不能陪我一个晚上？过了明天，我绝对保证，我不会再去打扰你了。你说的这些都是真的？对，都是真的。 我要你每天都陪着我，我要每天看见你。 笑容这样伤心，往事想不起，爱在梦里。
样熟悉，我一时想不起。我要了解你更多。嗯，你晚上几点钟睡觉啊？如果不赶稿子的话，12点之前肯定睡。那几点钟起床呢？早上7点多起床，然后吃早餐。那在那个时候，我会想起你吃早餐的样子。那你呢？我不一定哦，我作息时间很不规律的。比如说，我刚想完你吃早餐的样子，我就要睡觉了。那我什么时候找你合适？你什么时候找我都合适啊。我们俩在一起不容易，你一定要珍惜我。月莹啊，啊，看把你高兴的，快乐成一朵花了。你怎么也得向我们同事表示一下你依依不舍之情吧，是不是？哎呀，其实吧，我在家门口已经租了好几场了。才不信呢，你去吧。真的，真的。月莹，以后呢，要是想我们，就常回来看看我们。啊，一定。有什么要跑前厅，再向我们提供吗？一定的。来，再请大家一杯，谢谢。谢谢。哎妈，周啊，你今天是不是要跟瑞莹见面啊？嗯。你是去多陪陪她，她刚辞了工作，肯定觉得挺无聊的。那么多结婚的事情要做，多高兴啊！有什么可无聊的？嗯来了，来找你玩啊！我刚要出门，
干嘛去啊？跟庄哥约会去啊？你知不知道今天什么日子呀？今天是商场打折。今天是我和朱旺交往五周年的纪念日。嗨，老夫老妻的，成天还能这事儿，肉不肉麻呀？哎，你知道吗？最近挺红的那个歌手，就是唱《流星雨》的那个。哎，这，你发现了吗？他每次上镜的时候都戴着同一条项链，我估计啊，肯定是他女朋友送给他的，让他老戴着，这样啊，他就能永远想起他了。所以我给朱旺也买了一条，我让他戴着，然后让他天天想起我。让我看看，让我看看，不行。我要看朱大旺，哥哥，朱大旺。朱大旺死了，怎么死的呀？我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死了。瞧瞧，也只有你能驾驭这件衣服。最近是不是很多人恭喜你啊？嗯，是啊。那个宇宙集团的夫人有在你这儿做衣服吗？没有，他们去隔壁做。那你听说过他们家的事吗？什么事啊？就他们那个独生子，现在还没结婚吧？哦，听说有女朋友了。你想，他都31岁了，该结婚了。哎，怎么？你是不是觉得这个条件更好啊？不是。真好看，行了，完工了。韩景辉应该会高兴吧，找了一个条件这么好的女婿，运气真好。中午吃到了吗？没有。那是你早到了。看来我又自作多情了。为什么？花儿啊，我还以为有人会送花给我呢。你好，请问两位想点点什么？不用了，你帮我点吧。你点什么，我吃什么。那就2个 A 餐吧，谢谢。好的，稍等。哎，你猜我昨天晚上喝了多少酒？喝了多少？反正喝的时候是没什么感觉，但是上了出租车以后，我就什么都不知道了。今天早上听我妈说，还是盛磊送我回家的。他们那帮人坏死了，就是想把我往死里灌。这个送给你的，这是我们结婚以前过的最后一个纪念日了。以后我们除了过交往纪念日，还要过结婚纪念日，还有你的生日，我的生日。想起来我就觉得好幸福。朱旺，我们交往以来，你一直对我特别好，谢谢你。快看看嘛！我没资格收这份礼物。谁说的？你没资格，谁有资格呀？
你快看看嘛，看看。嗯，你这是怎么了嘛？嗯，哎，那是送给我的礼物吧？好像是一份大礼呀。嗯，我还是直说了吧，瑞莹。嗯，我不能和你结婚了。我不想找什么借口，这都是我的错。我也没想到会这样，我不敢求你原谅我。这件事情我没有告诉家里人，我是先跟你说一下我的决定。你的决定柱，你是不是得了什么病？你告诉我没关系。没有，总之这全部都是我的错，我也不知道该怎么跟你解释。嗯，你是不是有别的女人怀上了你的孩子？我这不是在做梦吗？你知道今天是什么日子吗？对不起。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们不是好好的吗？怎么会突然变成这样？是不是你偶然跟别的女人发生了关系？没关系的，你告诉我，我可以原谅你。这个还给你。这是什么？是我们的订婚礼。你是不是爱上了别的人？是那个给你画像的女人吗？别再问了，瑞莹，咱们分手吧。我连知道的权利都没有吗？他是谁？
你告诉我，我能什么都不知道就和你分手吗？你太过分了！我承认，我的确很过分。他到底哪点比我好？啊！你让他毁了我们5年的感情，他叫什么？他姓什么？你告诉我！我不会告诉你的，你应该了解我的性格。我不了解，我要是了解的话，我就不会走到今天这一步了。蕾蕾，蕾蕾，我能为你做什么，我都会去做。你是想补偿我，对吗？否则我真没办法了，我也快受不了了。什么叫没有办法？是因为你太爱他了吗？你到底爱他还是爱我？怪不得我从日本回来，你说你受不了了，原来是这个意思。你们俩是从什么时候好的？你瞒了我多久啊？你不换了。月阳，月阳，月阳，你冷静点。知道是我不对，可是我真的保护你。别希望了他，我是我疯了。如果我要能忘了他，就不会和你分手。是吗？一切就是因为你太……所以你才会说这些话。你告诉我他是谁，我帮你忘了他，好不好？别走，告诉我，告诉我他是谁。我真的不能说。他认识我吗？咱们的照片，他知道我们要结婚了。知道，我们是工作上认识的。我说过，我有女朋友。你脑子还够硬，你还是要跟他勾引？我真的不是故意的，我们不知不觉就有了好感。不要和他结婚。是。王八蛋！你王八蛋！太能伪装了！你知道最后一刻你才展现给我看，你是要毁了我吗？啊！到你高兴为止。你长什么样？走，带我去见他。走，走。我不清楚。我送你回家。停车。我叫你停车。停车。
月莹，